水母说电影，内涵你会懂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飞，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部网红的故事。关注者，我们的女主小美是一名普通的小职员，上班时经常玩手机，工作也不上心，导致工作上常常出现失误。可她并没有因此吸取教训，反而更加沉迷于虚幻的网络世界。其实小美的生活并不如意，贫穷的她只能蜗居在一间很小的房子里，她没有朋友，没有任何交际，她只能沉迷于虚幻的网络来填补内心的空虚。小美注册了一个叫港区 OL 春子的账号，把自己包装成了一个上流社会的人，住在富人区，典型的精致女孩。实际上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，小美穿着租来的名牌衣服去 BBQ 聚会上，她只顾着拍照，完全不在意朋友的嗜好。帅气的男生向她搭讪，她只觉得反感，反而男生戴的名牌手表和抢眼的高级轿车才能让她有一丝动心，各种不停地拍拍拍。聚会还没结束，她就迫不及待把这些照片给发布了出去。炫富的生活果然吸引了一大批粉丝，看着粉丝的各种赞美和羡慕的评论，这让小美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。这天，一个叫小白的人关注了小美，他的出现彻底改变了小美的一生。小白毫不吝啬地夸赞小美，并且经常帮她做宣传，而且小白就像个情报网一样，经常告诉小美哪里有高档酒会，哪里有珠宝展。小美因此多了更多的炫富照片，她的粉丝数也是蹭蹭往上涨，一下子到了79000人。已经癫狂的她开始与其他网红比较起来，一个名叫小花的网红粉丝的数量竟然超过了她，这让小美很郁闷。她不服气，她跟小白抱怨起来，自己那么优秀，凭什么自己会落后于她呢？虽然不甘心，但小美只能接受这个事实。她依旧在网上发着炫富的照片，今晚和男友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，可实际上她只能去吃一碗经济实惠的拉面。这时小白发来信息，说着晚上吃泡面对身体不好哦。小美这下慌了，难道被人发现了？她环顾了一下四周，并没有人关注着她，这让小美更加不安。隔天小美准备上班时，再次收到了小白的信息，你不是住在富人区吗？为什么会在这里呢？这下把小美吓坏了，到底是谁在偷窥着自己呢？心神不宁的小美已经无心工作。这时同事告诉小美，小花死了，据说被人推下铁轨被车撞死。此时传真机收到两张图片，正是小花被人推下铁轨的照片。她崩溃了，连忙跑回家。到了家门口，搬家公司的人正给他搬着家，目的地正是富人区。小美想到发生的一切，这肯定跟小白有关，她想把小白删了，可是却怎么也删不掉。小美突然觉得小白的这个头像很熟悉，她想到自己的闺蜜也有一双这样的鞋，难道这是闺蜜的恶作剧？于是她打电话质问闺蜜，结果遭到了闺蜜的一顿讽刺。当小美确定小白就是闺蜜时，突然间一个人从楼顶坠下，正是自己的闺蜜。小美终于精神崩溃了，她如同一个精致的木偶，一步步按照小白的指引走向了死亡。即使自己已经被重伤，她如同失了魂般艰难地爬向那些闪闪发光的珠宝首饰。此时的路人并没有去救她，而是对她不停地拍照发到网上。当小美将落掉的戒指戴在手上时，她已经沉浸在自己虚构的世界里了，而肇事者正是小白。他究竟是谁，我们不得而知。影片也到此结束。在这个浮躁的世界，总有太多的诱惑，很多人为了可笑的自尊心去攀比，去炫耀，但是超出负担的虚荣只会把你吃掉，再美的外表也掩饰不了丑陋的内心。好了，小飞最后重申一次，这部电影的名字叫《关注者》，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可以私信我呀。